什么来美观一下这个指甲盖啊，把它修好了，然后呢去做美甲，怎么修才能最好看？我请问看一下啊，给这个指甲盖呢从这个边缘修到这边，形成长短一个修容。到这边的时候呢，要轻拐，拐它一点点，把这个尖儿啊给它处理没了，要不然呢这个尖儿啊它是很容易扎到这个肉上。家里没有这个刀的话呢，也可以用那个小锉条啊，简单的锉一锉，拿锡箔纸条它一个锡口，只要在这个锡口再简单锉一锉的，这个锡口就出来了啊。然后呢，再把这个边也给它处理一下，因为这个边要入整的话，它这个尖儿啊它就容易扎到人。所有的甲沟炎呢，它都是因为这个边儿都有这个小尖尖才会找到，才会扎人的。然后你们还找不到原因，然后呢一休息很大就告诉你这个东西问题很严重，其实不是的啊，就这么一个小尖儿，你看见没？变成这个小椭圆形，这个形就可以了。可以再稍微再大一点也好，但是不能过于太大啊，太大的话就不好看了，不美观嘛。然后把长短呢再进行处理一下啊，太短了呢走路它也不舒服，哎，太长也不好。哎，这样就可以了啊。然后呢，随后呢，直接做美甲，就很美观。裸体美，你们学会了吗？